慢点，这里有个台阶，把脚抬起来。哎，戴先生满面的愁容，您知道今天来是干什么的？我今天来是带了一对夫妇，是无论如何要把他送走的。我现在不行了，不做手续，只能活到两三个月。做手续的话，也许会死，也许会活下去。你现在能长久的站着吗？要不要找个凳子让你坐一会儿，好吗？站不了好久。来来来，拿个凳子给他坐下。来，你坐下吧。好，谢谢啊。你最近老是不理冰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身体也越来越不行。到那时的话，如果是分开的话，会很伤心的。现在还早，不理他这个还好一点。戴先生，今年您年纪多大？今年46岁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结的我的冰冰以后，我那个女朋友又不准我结，看上去挺可怜的。我说又带，后来我女朋友就跟我分手了。分手了呢，我是到现在不是一直没找到老婆。这个小孩啊，我看见的是，哎，老可爱的样子啊，让我又有温暖，又有幸福啊，又有快乐啊。到他读书的时候，他回家了，爸爸，我回家了。啊，我今天搞了一首歌，唱歌给我听。那个是真好，开心，有快乐的。我走了，我也没关系啊，只有很开心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冰冰送给自己的亲戚呢？亲戚都有小孩，亲戚也在那个农村里啊。我是微小的话送到那个城市上面，让他过上好日子啊，快乐的成长。